大一认识的吗？其实那么久我也不记得。大学七年一起读书，一起打球，这样他也是球队的队友。我们会变熟的话，是因为之前就一起当那个活动副组。我们是大学社团认识的，她是学姐。大学社团，她是学姐，负责人。太一样了。何云芳，我们来了！叫叫叫！第一印象，第一印象其实我也忘了，反正这就是白痴白痴的，因为他跟李之前都会跑过来啊，一高一矮，很像七爷八爷。哎，这两个很聒噪，一直跑到房间分享自己的生活，然后抱怨他的室友。对什么事情都蛮冷，不管是在感情啊，或者是在就是课业上啊。这一啊，不期待一，但是不屑吧？这样。啊啊啊最欣赏，然后就觉得应该算是他为榜样的一个朋友。于芳就是一个，就是非常工作能力非常好，然后对同学或者学弟妹也都很好。然后唐诗杰就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，所以于芳常常可能都需要包容自己。印象就是很美。到了，来啦，走！好恶哦！好快点进哦！转低一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哦，是的，小丑，刚才很尴尬吧？好恶哦！好油。我知道我是个很难搞的女儿，每次都会常常让你不开心，然后我又很固执又很任性，就在这段期间也准备婚礼过程中让你就是常常跟你吵架，那我还是会一直很爱你，那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我知道唐诗杰也很听你的话，你们两个人就要互相深爱自己、哦，幸福永久啊啊、哦哦！妈妈就希望你们要永远幸福啊啊！哦哦